嘿，大家好，我是迷之声，欢迎来到 Jazz Punk 爵士朋克的第二期啊。我们读了档之后重新听了一遍这个任务介绍，没错，我们呢要找的就是一个生物科技的工程师，他的身上有一个在黑市价格可以卖到2500万美元的人工肾啊。好，所以呢这个号称正在接电话线的这个监督啊，叫什么吴满监督。嗯，好，我们啊，以及啊，这个上次呢有同学说这个鼠标灵敏度已经调低了一点，其实它本身默认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会晃的啊，但迷之声觉得这样反而更容易晕，所以还是把这个它的平滑移动把它给关掉。好，要偷天换肾了啊，这就是目标吗？还是怎么样？让我们紧跟这个牛仔。哎，我就不跟，我就看一会儿啊，看看风景。夜市啊，这边是街机厅，这边是鳗鱼还是怎么的啊？这边有很响的音乐，这边有个洗衣机。我要，哇，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啊，还是进不了。这边看来都不能进啊，看来这个场景呢，跳蚤市场。哎呀，这个，管球力学的，大家也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日文啊和这个汉字啊，不可说。吃乌贼。啊，让我们坐。去了。来啊，这是烤鸟吗？それはミスの画面だった。什么？ごめんなさい。これでそれを飲む。既然说是什么什么的菊花 ，miso 不是那个吗？不是。对啊 ，miso 不应该是味噌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让我们喝这个青青肠，哎呀，搞不好是什么东西。縛りたての歯と見る。鸽子奶。ごめん。ごめんごめん。来，亲亲嘴吧。それは猿の味噌だ。猴子的水。你快切腹呀！你为什么点我？问你呢？下来了。哎，真是的。这个管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管球啊？无法判定它原来的英文应该是什么，管球。电波佛陀，哎呀，这倒是不错。地上有一个烟头，我们不能做一个好市民把它给捡起来或者踩掉。妈妈桑。不能问一个女士啊，她的字体的重量是多少？哎。真空管，为什么这么多管啊？符号变换器，就怕接下来出现 translate error 了啊。变调器，拆机观察。千万不要超频你的内裤。有没有自己给我吃？我喜欢吃鸡油。政府啊，政府啊，能不能吃饼干？别想了，应急管校正。合成麦酒，刚刚还有白酒。河豚，管球章鱼，电气鳗，又是你。牛奶，真的很有名的牛奶，但是我们无法和它交互呀。现在这条路堵着啊，牛仔去哪里了？我们一路都没跟着。妈妈桑，不，斯密马桑，我也马桑。这个还不能使用，自动柜员机。现在呢，同时还是现金的焚化器。我们拿到钱的话，可以来这里试试看。没有钱，现在。
啊，他说他的这个花瓶店里面，哎，全是苍蝇。然后我们拿着苍蝇拍，竟然是野蜂狂舞的音乐，解决了吧？还有一个，哎呀，不砸坏几个花瓶。他还挺喜欢的，他刚刚说 quiet taste 的意思是说呢，哎，这个呢本来是不喜欢的，哎，打着打着呢也就喜欢了。好，怎么这个有个什么？怎么有个大脑的样子？但是呢，这就紧张了。怎么办呢？哦，前面有香槟酒，其他人呢？人呢？哦，有人躲在。但这个不好瞄准。好，我又变成了第一了。但是这个武器啊，不好处理。我要死了啊，可恨。好，我们不玩了，退，离开蛋糕，然后一路 jump 着啊，一路 jump 回到我们的405房间去。是的，大家好，我们终于来到了啊405号房了。什么啊，直接进来了。那这个地方还真是，电话响了，难道我们又要接到下一个任务了吗？哎，让他响一会儿，让电话响一会儿，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花瓶看不见自己，嗯，呵呵，哎呀，这个是那个哪部电影来着？就是说人到了未来之后，发现厕所里面有三个贝壳，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然后他去问别人，别人都一脸震惊的说，什么你连贝壳都不知道怎么用啊？结果最终也不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用的。好抽象，菠萝，嗯，香蕉电话，这是一首歌，名字叫，哦，这边都是水果主题的嘛，西瓜收音机啊，这个是什么？嗯，15秒震动床，打开我们的公文包吧。哎，公文包没什么用吗？吉他，哎，刚刚是弹到什么上面了？好，也是时候接一下我们的啊，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叫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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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ana Phone。 Sorry, Polygon, change of plans. 计划变了。啊，一个辛迪加的黑帮团伙人员在这里啊，把公文包和他的互换一下啊，同时让我们小心一下，有人在跟踪着我们。我们呢拿着这个公文包去那个酒吧吧台里面，湿身吧台里面。你还不够漂亮啊。是啊，我们要化妆一下。嗯，唇彩，是的，但是没有镜子看不到我们什么样子。再来涂啊，可以重新涂吗？有点像那个迷唇姐。好，走了。嗯，我们这边还有樱花。
我们够漂亮了。然后在这个吧台在后面吧，我们要找呢是一个方框眼镜的，戴着方框眼镜的男人，以及总而言之说了一大段废话，还是说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从某种程度来上说相当怎么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到师生酒吧，找一个戴着方框眼镜的人。这个戴着方框眼镜的人呢，这个说法其实是那个美剧 Heroes 里面那个Bennett 老爹，是叫 Bennett 吧，但是这个人在哪儿呢？没见着。不是在师生酒吧，是在里面的那个鸡尾酒吧里面。好，去吧台里喽。啊，是这人，没错。I am absolutely distracted by your radianc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I am known as the editor. 哦，反派，名字叫编辑。他的主业是绑架、谋杀。然后这个好像是杂烩汤啊，杂烩什么东西啊，反正是种吃的。然后就不聊了，没有设计这些对话。啊，这是给我们喝的，我们喝了之后会不会下药？如果我不是这样一名花花公子的话，我一定会娶你的，真是令人感动啊。好，好，然后呢他们又开始谈生意了。我们一路我们刚刚确实是喝了酒，这个我们开始有一点迷迷糊糊。好，我们一路 jump 回405房间。果然 You look a little pale.What's the matter, Polyblank? 他知道我的名字，我们的变装果然失效了。啊，这真是大危机啊！这里是哪里？我们被困在一个……上面这是个土豆吗？还是什么？我们下来了。哦，刚刚我们好像脑子被揍过什么东西了，好多血迹啊，竟然还有一个萨克斯风。这是谁的房间？接下去我们的主角该怎么办呢？我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在跟踪地的一个旅客啊，你在最可怕的危机之中啊，性命之危之中，我想要帮助你，来后面的泳池里吧，啊，并且确保没有人跟着你。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批到这里也差不多了。但是感觉怎么说呢，等一下剪剪看嘛，说不定因为这次的剧情是连续的。我们这个就是小心有人跟踪的意思吗？不，那只是一个 valet 只是一个侍从而已。嘿，谢谢你帮我垫着了啊。好像真的是你吓唬谁呢你。好，我们去这边是什么情况？晚上都是这个变装晚会吗？不说话。好，我们到那边去。怎么这个车还可以打呀？不打了不打了。你呢？I found it over there by them rich people.
你呢？Help me, my good Samaritan. I'm taking notice of your propensity for performing burial. 后面的泳池，对啊，这是尸身吧？啊，不是泳池。好，我们去泳池里吧。是的，我们已经到了泳池里面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确保没人跟着我。难道是你？不是吗？哦，啊，不是。哎，难道还真的是在尸身酒吧里面，还是在什么地方？迷之人去找找看嘛。找到了，再向大家来汇报。稍后回来。倒是看见了烤架可以用了，但是上面没有烤东西。乳猪呢？乳猪，小猪快来！抓不到。那哦，这个后方的泳池是说这里啊？不好意思，迷路了这么久。不要吓唬人啦，我又不会被你们吓到。是的，就是这个。哦，原来纯粹只是铺了块布而已。这边相当啊阴谋啊啊！没人跟着我，你不就是藏在木棍下面的那个人吗？嗯，啊，这个纯粹只是这个录像带的名字而已啊，录像带的厂商名字。这部电影呢叫做 Betamax 啊 ，Beyond Video Room 啊，他说是，两个录像带进去，只有一个配音可以出来。还回去，罗马啊，这一本叫做啊绑架就是怎么勒索杂志，整整100页，不同的字体，用来专门让你用来这样，好吧？这个到底是弄的在什么地方呀？好像就是客房里。还有什么吗？没有什么能用的。好，我们来开展剧情吧。谢谢佛，你来了。希望没人跟着。有很重要的信息告诉你，但首先还是要做点保险措施。OK, just hold still. This will hurt you a lot more than it will hurt me.反正你会痛的，你准备好了。这个是拔牙的展开吧？我们会把什么东西拔出来呢？好大一颗牙。果然我们有一个，哎呀，这个创伤用的。果然我们这颗大牙里面被人装了这个发报器。那你为什么到了藏身之处再让我把这个给弄下来？这样你的藏身之处不是已经被发现了吗？好，坐下来就可以听到重大的新闻了。All right, listen carefully. 仔细听好了。This resort, it's all fake. 这个度假胜地都是假的。All characters in a simulation. 是一次模拟呀。It could be decades, but I've discovered a way out of here. 发现了出去的方法。Kill it and cook it. 果然是要把猪抓住，然后。The natives use it for hunting the boar. 你这只手哪来的 ？Godspeed, Polly Blank. Godspeed. 什么？我们就出来？我还想揍揍你呢。见人就啐。好像还有音乐。迷之人很想要再去一下，把它给扑了。不过看来主要角色是没有办法的，以及那个一直需要我们帮助的老人。哎呀，我也觉得，不来扑一下他就是太可惜了。没有反应，流浪汉没有反应。怎么办呢？
就不去扑他本人了，也没有什么新剧情嘛。好，祝我来了啊，虽然我们无冤无仇，但我一来这儿就想吃了你了，所以啊，你还是安息安息吧。还有二维码，哎，这就是通往自由的道路吗？但是我还想吃它呢。这个二维码的贴图，好，这就是通向真实的道路吗？我跳，这是啊，逃出这个事件的地方。哎呀呀，好像一直没解释啊，这个硬件嘛就是硬件，然后事件呢指的就是，好像没记错的话就是指人体整合的啊，就是放在人身上人直接用的这种硬件叫做事件，好像是这样。我们要从这里逃出去，但是怎么，哎，就是这样吗？这是个什么地方呢？还有蛾子。加速通道，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给我升级啊，给我升级啊。哎，你要什么东西才能升级？好像那边上面有个什么东西啊。是的，哎，前面也有一个球状物体，不，那边只是地平线的样子。拉起了他的拉链，他就好了。但是那个要升级的，终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尽力往后退了。喂，音乐倒是不错。我们还能下去吗？下去吧。要怎么给你升级啊？哦，就是这个意思了。插上两块。啊，机器。还有一个是什么？啊，不可思议的机器。哎，但是我怎么不记得叫这个名字的是这样的东西啊？竟然放了一段视频，但是竟然重复了，好吧。好，那我们继续向上，寻找脱出的道路吧。好大呀，这个地方。你又是谁？他要玩空当接龙，不是空当接龙，沙龙，啊不，接龙。然后此人已死。好。对，这边上面好像是空的。第一类贝塞尔方程是什么意思？有很响的音乐，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下去了，还不让下。好，往这边走吧。抹出历史的按钮，你吓不到我的。什么？好吧，好吧，原来是这样的哦。是你啊，是你啊。好，哎，这条路是什么情况？空空的。
什么也没有。好，那我们上去了。那边应该就是正确的道路吧，这边是正确的道路，那么先往这边走走看了。 Fortune favors the Italian. 竟然是霍金英。 I'm adopted, but my fond family is supportive. 总而言之就是各种字体的笑话了，刚刚还说写体字运气比较好。请关掉你背后的逻辑门啊，进逻辑门后请关门，随手关门。 E 被颠倒了过来，怎么个意思？难道是说我们之前其实不，我还以为之前要碰光所有的这个字呢，那就糟糕了。好，哎，我飞下来了，让我们前往最终的地方吧。我没有对话术，我都说了我没有对话术，果然只有两句对话。激活暗网，那么有哪里是之前没有的呢？都有呀。好吧，也没有任何变化，走了。哦，这边终端什么的都在跳舞一样，然后往这边吧。这就是最后的地方了吧？我们又从暗网出来了。星号咖啡因，不说话。炫酷的音乐，无限循环了吗？个人机器，这样就可以从网络世界中逃出来了吗？这就是最终的终端。嗯，什么？看来背后有一个大阴谋。迷之神觉得，在面向真正的阴谋主谋之前，我们应该在这里中断游戏。下一期再见。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迷之神，拜拜。拿不起来呀。好，我们先来拍拍乐。好大的苍蝇，真的有好多大脑呀，所谓的缸中之脑，也是相当有这个科幻风啊，赛博朋克风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设定吧。这边说不定也是这样一种吐槽梗。我们把这个通通砸碎之后，感觉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对话啊，反正我们已经把这个老板娘给征服了，一件事做完了，我们获得了一个成就。好像是说那个什么，让他有机会拿到更多的保险。是啊，那个设定里面好像说是什么日本和纳粹啊侵占了美国，后来也没去特别了解，反正我们在游戏当中慢慢的去了解这个背景设定啊，没有必要特地的去看什么东西啊。什么啊？对了，好的，我不能再使用这样东西了，我觉得很害怕。但是我要把那个啊餐饮店老板，我要把他拍出去。你刚刚对我做这种事，哎，还有你啊，看来对这个有对话的 NPC 啊，估计是没效果的，而且也打不到他。可恶，走了。
但是这个地方太恐怖了，太可怕了啊，我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拿起一个苍蝇拍就能把人拍成苍蝇，这个好像反了呀。哦，这就是传说，又是这个妨害放送啊。来，我们吃个章鱼烧吧，竟然是面。这个是鱼骨 RFI 好像是什么变频什么东西啊，然后之后就是什么意面芝士啊什么的。好，我们来吃个面，喝了汤，然后呢？想要寿司吗？为什么不尝一尝电子猫墨鱼呢？看来猫墨鱼在这个地方非常常见啊。刚刚好像是《银翼杀手》的一个梗啊。我们呢，似乎也是合成人这种样子，人造人。怎么又有披萨世界了？难道是一样的吗？我们再来看一遍这个剧情吧。怎么感觉这次比上一次还要狂气啊？哎，我在上面掉，我又出来了。哎，下次还这样的话就跳过去了啊。好，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人好大的耳朵。对不起，我听不见你。装了耳朵反而看不见啊啊 ！Saga， 里面竟然有脑子。是的，这就是一个卖恶心的游戏啊！大家就不要在意了。然后呢？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便秘了。真是带有色彩的一个描述啊。Welcome to Golden Lucky Electric Squid。电子猫墨鱼。这边又有一个提示吗？这个不和我们说话，奇怪。好，我们来看一下。HINT。提示：为什么不进一下啊？金色幸运。哎，乌贼去呢？总而言之，让我们进去。墨鱼又有烟头。海锦鲤？什么叫海锦鲤？要把鞋子脱掉。还很炫啊！好，我们趴着，我们不穿鞋子。哎，啊，出来了。来，我们踩一踩。不踩那边了，太恶心了。好，踩踩烟头，走喽。他不说话了。No entrance， 不能进。Also， 暗示。他害怕，他害怕蜘蛛。外面好像没看到蜘蛛呀。这边能吃吗？这个是用来装蜘蛛的还是什么的？估计是用来装蜘蛛的，要五只蜘蛛才行。厕所。我喜欢吃寿司。这边的寿司最好。福谷是什么？福谷是河豚。竟然真的有蜘蛛。我们来。你好，下一个蜘蛛在哪里呢？这边这个寿司相当不错嘛。好，蜘蛛呜一下，一个了。但是好像餐盘里面没有其他的了，似乎是没有了。来，我们过来看一下还有没有。没有了。
看看厕所里面，先进男厕所，脏的水不能用。这个也不能用，先用苍蝇拍拍拍你。我们的脚印果然变了呀，拍了也没关系，挺好的。女厕所，变态，不变苍蝇了，也是变成苍蝇才可怕呢。哎，你在这里啊，还有最后一个在哪里呢？哎呀，这真是悬疑解谜啊，少一个蜘蛛下不到保镖啊，不是厨师。哎，我们观察一下，应该就在店里面啊，就在这里了。五只蜘蛛，一声惨叫，请报警。你的惨叫声和这个你平时发出来的声音完全不同呀。可以把寿司通通变成苍蝇吗？不行。河豚，注意河豚毒啊，一定用完之后一定要把柜台清洗干净。这个鱼画风看上去就不认真，哪来的鱼？谁画的？ You have poor fugu technique. 塞你一嘴。Blindness upon me. 他就瞎了。他说我做河豚的技术欠佳。They pay me in dirty dishes. 据说他的工资是脏碟子，于是你就去洗了嘛。哎呀呀，闻者伤心啊。你呢？ごめんなさい。只会ごめんなさい，要你何用？好，我们这个用在哪里呢？果然是这样用嘛。好有电影感呀，这个河豚汁。太缺欧了，这关怎么感觉没有什么支线剧情呀？果然，人工肝 ，kidney 是肾啊！竟然还有个二维码，这个人已经花瓶了啊，已经不在了，把这个肾和肝也不知道是什么。这绝对是肾吧？获得了。好，我们走喽。感觉这一次没有支线剧情，总觉得他说我手上拿着这玩意儿，要不要拿一个装狗的袋子给我？鞋子就不能脱了。巨大的汽艇撞上来了吗？还是怎么的？果然啊，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刚才的提示文字已经被那个了。地上有好多钱。我完全听不懂的是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提示吧。回地铁站去，好吧。没有支线就有人堵着路。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就不会做什么可疑的事情。饶了我吧。想要我交给你们，现在交给你们，来呼你一点啊，因为这个是攻击的态势啊。哎呀，一路滚着。You think we're just... 是啊，他们倒地之后啊，哎呀，有连锁反应，简直像快魂一样，好像完全不像。You're
把你的器官拿开。哎，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不是刚刚那个吗？嗯，是刚刚那个吗？是的。他说要用苍蝇做晚饭。啊，他是说破产。嗯嗯，我们给了他机会破产。哎，这个到底有什么用？难道要把上一关的硬币带到这里来吗？也不至于啊。上一关的硬币好像是，是啊，这个毫无作用，呼你一脸。没错，这个就是用来呼你脸用的。好，我们哦，地下铁竟然还有一个保龄球瓶子啊。天空啊，下着钱，那个汽艇撞上去了。啊，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们本来是想要和你讲理的，你现在敬酒不吃吃器官酒了。扑通一声，这个东西就倒了。好，我们走了。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富有禅意的。这也太多了吧啊！啊，然后我们拿着一根蜡烛，蜡烛要干什么呢？难道是滴蜡？不是吧？来拜个佛，啊，果然是要拜佛吗？变成器的恶灵，嗯，这边呢，演算手顺效率化，才得此器。好，电圆满，涅槃器械。哎呀呀呀！烧这炷香，来，跪下来，用头去顶这个锣，也不知道是用头还是用什么。Fantastic work！ 啊，干得很好。于是他用肾来做牛排了。啊，还多加热。嗯。果然。让我们去一个度假胜地，做一点研发工作。嗯。联合巴西利亚的联合分隔区。啊，刚刚他说，因为哎呀，最近追得很紧啊，所以所谓的热度很高，所以呢降个温，然后整个地方就被水淹没了。让我们去度个假，哎，做做研发工作。什么？这是要我们自己走？帕拉波拉？啊，这是巴拉伯拉，这是摊根廷，角角啊，开普角。这个是厄瓜诺尔之门，圭亚纳 log， 这个是格兰纳达，但是它是破片手榴弹纳达。哦，平行港，有人掉下去了。湾哈马斯，萨尔萨克城，洪都拉斯。哎呀，这是街霸里面那个本田叫伊宏达嘛。Panorama 啊，巴拿马变成了全景纳马啊，机械西哥，果然这是日本拿大联合区，美国的字都没有了。他要我去哪里来着？糟糕区，新双约克，纽双约克，我们到底怎么样啊？横跨七大洋啊，五大洋啊，啊，白令球侠。这个是四区韩国 China 南德金啊，福摩斯飞啊，福摩萨电信港。哎呀，每买一个免费送一个西藏，大家懂的 啊不丹主那个就是什么主记录啊，泰局域网 party。啊，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来着，红毛猩猩什么什么的，惩罚还是那个什么的殖民地啊，这个是隔离区。嗯，莫罗医生民主共和国啊，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完其他的国家名字呀。啊，让我们去前台复活节岛吗？不客气。哎呀，我们钱还挺多的，想不到呀，我们竟然有这么多钱。来，我们，哎，不让我们去。好吧。嗯，所谓的汽车旅馆，哎，这个是海滩。什么？不让拿？我还以为沙滩球呢。嗯。嗯，空的。嗯。啊，总而言之，各种各样啊。还有什么色彩的自助餐？羊，这是初代魔兽争霸里面的梗啊。初代魔兽争霸，只要点羊，羊就会爆炸。哎呀呀呀，真是怀念呀！初代还是二代？忘了。皮肤科专家说，你要替我。哇，不用吧。头发不能剃吗？背面没剃啊，小哥。在，这个猪为什么尾巴像那个一样？你好吗？我是用金枪鱼罐头做成的，但是做的时候没有先洗，希望有一天可以挖鼻子。满皮肤都是多边形。这有点像那个什么来着，抓到这么大一条鱼。这个呢，一般是伸出双手比出一个很长的长度啊，因为这个游戏里面人类全是这种样子的，所以它比不出来。那条猪呢？没反应。嗯，烤架，羊已经爆了，也没有获得一个什么道具。啊，好，这边是海滩。I call like everything sick, cause it's awesome. 啊 ，sick 呢？虽然本来是得病的意思、恶心的意思、下流的意思啊，但是同时呢，也可以说，哎呀，这个赞爆了啊！好，谢。竟然还说的是，这是西班牙语还是什么语？反正看到这个感叹号正着倒着就知道了，肯定是那边的语言。哎。好，这个是用来探宝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能不能在这边挖掘出些什么东西来。哦，等一下，刚刚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挖呀。对，就是在这里了。You got spam. 我获得了一张光盘，还是啊啊，这个是 AOL 美国在线的一个梗吧？它这边是日本拿大不在线啊，今天上网免费30天，嗯，冲浪速度10倍多，等等等等，还是收藏版。好，获得了一个啊，我们在这边逛一逛来着。哦。这是一个啊小玩具冰块啊，里面是猛犸象。哦，你这个也太大了一点吧。我们这是随身带着还是什么？他说幸亏我们现在把这个大海啊给氯消毒了一下，不然的话里面这个贝壳什么的超恶心的了。嗯，真是和平呀、啊。海星，又是一个蟹，这个很和平，不会说话，纯粹是个背景。哦，还有记住这只鹰，
还有这只鹦鹉。什么嘛，你们说这个滑板能不能拿下来？不能拿，那我们要怎么冲浪呢？嗯，这是什么？好，我们接着找。好，这是一个，这是汉索罗吧？啊，而且还是公开领域的啊，也就是说已经过了版权期了。嗯，汉索罗，好，我们接着走。这个绿色的没什么啊。这边还有吗？哦，这边有路走。没有路走，何必呢？何苦呢？你直接把路给堵住不就行了吗？非要给我一条木棍，嗯，告诉我这边不能去。好，这边估计可以冲浪吧。嘿嘿嘿，我爹是总统。Oh my go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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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god. Who needs air? 谁需要空气了？好。这个也不能躺。Yo, how's it going?如何呀？ Oh, that's a sweet metal detector. 金属探测器不错。刚刚的梦马像到底是怎么探出来的？ Find any cool treasures? 哦，这边有。宝箱。这个是所谓的黑客马里面的什么叫做什么什么啊，是海盗的财宝 Pirate Treasure， 但是拿不到呀。果然啊，全都是那个盗版党的。怎么又有跟踪着我的人了？而且这一次这个人长相还很奇怪啊。就在这里了。好，最有价值的独立游戏制作者，独立游戏玩家。不客气不客气。这个人有没有对话过？好像对话过。不说话，耍大牌。这边呢，请在此处吸烟。没有烟呀。哦，正弦波，在正弦波上冲浪。好，松下主机上面还写着 fake F-A-K-E 四个字。我们又获得了一个成就，当然游戏画面里面看不到。好，这是什么？好像是空的啊，所谓的这个空白大师的VidCon 是什么？不知道呀。2025年一个用生化电子技术加强的墨西哥软饼开始思考自己为何突然有了意识。1995年83分钟 Ghost in the Taco Shell 啊，是啊，这个叫做就不说了。好，早已这个是还录影带的地方，我们还还掉了，都没怎么看，估计也找不到录影机吧。好，能不能冲浪呀？到底这是什么？海龟，我们踩在海龟上估计可以冲浪。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There's loan sharks out there. See if it's a limb. 一只鲨鱼啃掉了我的手臂，我也看不见。来，我们去海上玩一玩吧。啊，果然过不过去了。好，是的，虽说那个忍者神龟啊，他那个 turtle 啊，一般来说指的是海龟啊，所以有一点蛮困惑的。他这边就让我们在海龟上面弄了一个。好的，我们完成了这边的啊小小支线之后呢，回去喽，把这个地方好好挖掘了一遍啊，猛犸象。既然冲浪也冲不到，我们还是走了。嗯，最后再看一眼这些滑板吧，你看来是用不上了。嗯，好，走喽。哦，这边那个可以上马路，疑似可以上马路，估计还是不行啊。是的，被这个给挡着不能上。嗯，然后呢，我们要去前台了吗？终于要去主线了吗？对啊，我们这次一次做了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啊，偷个肾超简单的。我们现在是在度假呀。哇，这几辆车好酷炫，但是不是我们的车，很悲伤。啊，我肩上有个虫，真的有啊。你到底想不想拿掉？好，那你怎么写？嗯，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好，中间这个巨大的什么声音？什么声音？难道那家伙已经被啊还活着呀？啊，这边这个是泳池啊，来，我们来玩一玩。嗯，不知道是什么。嘿嘿，挺爽的。你怎么到处都在呀？我想钓鱼啊，像俗人嘛，像男俘虏一样。这个水里面很容易晕啊。嗯，啊，又是这个注册报。啊，他这边呢是说啊。报纸上面用有埃博拉病毒的墨水印的，油墨印的。嗯，读了这份报纸的人八成会死。嗯，好，下面还是说什么走了岔路啊，于是把整个啊信息高速通道给重新改了一下路线之类的。啊，总而言之就是各种各样的类似文字游戏的这种东西了。用不用跳这么远？行不行啊？救生员，我跳，哇，果然很厉害。这人是尿了吧？这人果然是尿了。这人已经口不能言了。Help! Oh my God! Help! My boyfriend is drowning in the pool. 果然，她男朋友快要淹死了。哎，我顶你个头！我把你救起来了，你倒是让我上来。好，看上去有点不同。他让我拿起来自己带着就可以了，他不要了，我也拿不起来呀。同时，哎，为什么这边还有一个圈？好吧，但我们也拿不起来了啊。好，我们走了。刚刚看到一个成就呢，好像是就是有一部很老的美剧叫海岸救生队的还是什么来着。嗯，好，我们走了。游泳池也玩得挺开心的了。嗯。Suntan lotion is so greasy, I just use lard. 他说防晒霜太油了，所以他改用猪油。嗯。好，前台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意思？补 HP 吗？好，我们寻找一下这个旅店的前台在哪里？会不会是那个地方呢？应该就是了。
因为只有这一个地方能进啊。哦，两个地方，这边是前台，所以我们往其他地方走。这是什么地方？哦，这是前台，那我们往这里走。这是电梯了啊，住宅区。请选择一二三四楼。让我选一二三四楼，我先看一下其他的。废话一大堆，但是口音有点糊，就听见一句小 IC。Perhaps pontificating whether you'd be so kind as to assist me in one of my no flagrant indulgences。啊，这回听见了，他用了一长段话，非常委婉的说：“你能不能帮我？”哎呀，总而言之就是各种废话了。哦，这是什么？嗯，附近的游泳池啊，正在维修中，正在整修中。踢开来，不能踢吗？这里面，你这个泳池是果冻吧？啊，绿色的了都已经。这里呢？哦，有个蛋糕，蛋糕塔。有人要结婚吗？还是怎么的？啊，这是什么呢？有个贝壳在吸烟，还是个派，看上去有点像 Jimmy Hanneman， 有点这个感觉。谁叫你戴了一个这个帽子呢？好，这边的门都是不能进的啊。我们接着去一下，先去前台吧，去前台。知道我们的房间号之后再来这边的电梯，应该是这样一个展开。好，这个地方，哎，这是什么啊？这个是量子机械啊，绘图本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种类似的东西了，不去考虑了太多。 Welcome to the Kaitak Resort. We've got the cable television and the stereo buffet. 哎，竟然还有什么啊，单身到自助餐，双身到自助餐，而且他一口英国口音。啊，刚格式化过的房子屋子，这里呢？烟灰缸。哦，这边又是什么？这个有点敷衍啊，这就是传说中的 wet bar。好，我们去看看酒吧是什么样子。果然是一个师生吧。这个不能给人类吃，但是你试试无妨。有辐射吗？居然有氰化物。从法律上来说，我不受任何责任，我也不算是个完整的人类吧。一万年后，我终于自由了。哈哈哈哈哈！竟然还需要把握住时间。什么？你对我来说太强了！水果大魔王被我们拿着忍者拿着日本刀就这么干掉了。什么还来？让我的怪物变大吧，魔杖！全都是水果相关的一些梗。愤怒的葡萄。苹果喜不喜欢吃？哎，苹果末日。我低估你啦。我们能不能拿到十分呀？拿到十分，稍后回来。大家好，我获得了十分。什么？完全没有不同吗？好吧，好吧。可惜了这些好水果呀，
被我们凝加掉了。Work,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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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We just acquired a new multinational, and I have to do so much paperwork. 他们收购了一个跨多国公司啊，现在忙死掉了。I found it over there by them rich people. 找到了一个西瓜吗？还是什么？ I know you. 我认识你。我觉得你很丑。一般呢是说啊，我有茬和你找啊。他这边说我有鼻子和你挖，哎呀，真是。好，我们去前台了吧？这回真的去前台了吧？这辆车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要我们又是披萨吗？好，一辆本田车，对，我们叫 Poly Blank。什么？还只能用？啊，不是，两个键都可以用。果然，这是街霸里面的奖分官。但是他啊，刚刚打的这个地方不扣血了。没错，还使用了啊，旋风腿。啊，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一开始没有打那个他的其他部位啊。空手拆车了 ，win， 哎 ，win， 满血，我低估了你打拳的技巧。是的，我们完成了一个小游戏，然后呢？好，这回总该去前台了吧？好，好像这边也绕过一圈了。来前台，我们来 check in 了。什么没人吗？完全自助的。好，我们摇个铃来看看人。哦，这是鸡尾酒吧，又是你。我吃了点螃蟹，我想让你得什么某一种病了。总之就是。虽然这句话很容易理解成我能怎么干你啊，但是其实确实是符合语法的比较礼貌的说法。这回又是什么？用沙子做的金币不能沙子钱，其实只是朗姆酒和染色添加剂而已，好吧。哇，你到底会说话的考拉，你喝多了吧你。 I'm actually from Edinburgh. This is Bronzo.爱丁堡来的啊，看来是不同的人啊，果然。但是你们果然这人磕多了药，他说我是一个会说话的菠萝。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地方有什么。I'm putting myself at quite a considerable risk bringing myself out here.I expect three shipments by next week, or the deal is off. 总而言之，他是说我来这边冒了很大的风险，但另一个人说话实在听不清，所以就不听下去了。好，我们去前台喽。来，摇个铃。果然在下面。Aloha. 抱歉让你久等。405。这是我的房卡。请借此机会在来宾簿上签个字，然后说不能用啊，这个贝壳啊不能用泵啊，来那个，哦，敲了个章，上面有些谁啊？有一个叫编辑，这个啊果然是，怎么说呢？传奇的作家亨特·汤普森啊，汤普森，这个据说是每天白天起来啊，早餐就喝很多威士忌，然后一天要磕上不知道多少的可卡因啊、海洛因啊什么东西，这个能活着也是不容易。牛奶卡车不就是那辆一直跟着我们的车吗？它一定是幕后的黑车。这边还有一个黑川纪章，不认识。上面还有哪些？不是什么
雷蒙德斯科特不是啊，好像不是。这个哈维尔难道啊，总而言之先不管这么多啊。好，我们是405是吧？好，我们去逛一逛这边的啊。以及你到底要我帮什么？是啊，总之叫我们帮他。一楼，啊，这就是一楼。二楼，是用我的心灵去操控的。二楼，这个是所有楼层都空空的这种展开吗？这是什么？007嘛，嗯。这个是旅游胜地，一般是看远景的望远镜啊，也不一定就是那种万花筒，也有可能。总而言之的，这个人下去了，变成肉块了。好，我们再来逛一逛。嗯，要不要把逛楼层的地方 cut 掉一下？因为感觉没什么内容。好，那我们去到三楼看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后回来。好，二楼的另一边有人。你是找不到二楼最闹鬼啊，好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好，三楼去爷。到了三楼，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的眼睛是在啊1917年的电梯大战中失去的。You're the best. 又来给我们励志金句了。Let's play together. 我们一起玩吧。Let's travel together. 还让我们抱一起算了，太可怕了。哦，有瀑布。这边跳不跳得下去？哦，可以啊。稍后回来。是的，结果三楼什么也没有，我们直接去四楼。电梯只能放90磅重的人，哎呀。哦，四层是哎最豪华的啊！我们的毛巾上面都有会爆炸的这个，哎，这不就是我们的房间吗？我们看一下其他房间有没有什么东西，似乎是没有。看看另一边，然后我们拿起，哎，又有了。好，这边真的是可以远程看了。哎，那个蛋糕在海滩上了。我们要不要去一下呢？去过之后再回来吧。好 ，jump。不，我们首先在四楼的另一边又获得了这个会让任务世界变得不太好的地方，但我们现在不是在任务中啊。果然吃了，我们变成一匹马了。我们变成了一匹马。好，马能不能敲门呢？还能敲。我们去海边喽。我跳。我们已经不是马了。好 ，jump。是的，我们来到了蛋糕前。这回，这回是结婚戒码。欢迎来到结婚之锤，玩游戏，连接啊，等待其他玩家。但是我没有武器啊，这个也不是武器，什么？香槟。我死了，不行，我一定要赢下来。什么？还真的，而且我的ping还是最低的。哎呦！获得了强力武器，但好像什么我也死了，但是我杀人最多。好，我的出生点不错，
果然是雷城之锤犯。哎，什么？这个香槟酒原来是狙击枪这种展开吗？啊，然后死亡画面呢，是说你被谁娶了，你被谁嫁了这种感觉啊，被这个武器获得之后呢，就会娶了嫁了。哦，这是什么 ？Prenuptial agreement。嗯，婚前协议书。这是什么道具吗？羊呢？羊不能用。我没有武器啊。哦。Toast。祝酒。啊，我不再是第一名了。然后这个祝酒呢是加速。